很感恩这个主办单位，因为这个奖项肯定会增加我的团队的信心，然后也会给顾客对我们更加的有信心，感恩。成功秘密啊，我们不敢当了，是分享的话，就是最重要是要不断的学习，然后要珍惜我们的员工了，我们团队真的是很重要。